蝴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最受关注的昆虫类群之一。以其绚丽的色彩斑纹和优雅的舞姿，圈粉无数。盛夏，在英格林保护区的一条溪水边，聚集着成群的蝴蝶。这只大二尾蛱蝶正伸着口气，刺探着。它独特的虹吸式口气可以帮助它吸食花管底部的花蜜。这条能屈能伸的喙用来吸水更不在话下。它后翅尾部布满细密的绒毛，随着吮吸交错活动。这里水流平缓，成群的蝴蝶飞舞。这只琉璃灰蝶只有两厘米大小，一边吸水一边从尾部排出水珠。它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出盐分，降低体温，抵御烈日的炙烤。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吸引斑蝶聚集，抢着在石块上驻足。这只蜂将蝶群冲散，企图占领石块。石块上的盐和矿物质吸引着它们，蚂蚁也来凑热闹。在这些普通的石头上，它们各取所需。以蝴蝶为代表的鳞翅目昆虫是典型的变态发育。幼虫生活在枝叶上，期间它会不停地啃食树叶，积蓄能量。找合适的地方化蛹，时机成熟后破茧而出，绚烂的生命阶段至此开始。